Hello， 各位大朋友，大家早安！今天中华民国113年3月26号，星期二。那今天一早呢，来我们信源区这边哦，好在上班之前，好赶紧来帮我们这个荔枝呢稍微做一下疏花哈、哦，因为今年的荔枝花哈、哦、本身就已经开得不是很好了，如果再不疏花的话哈，今年恐怕没有鱼荷包可以吃哈、哦。短短的几分钟，好，我们来把这个荔枝稍微做一下疏花。那大家今年的花不知道开得如何了，很多好朋友都说今年荔枝跟龙眼的花都开得不好，那连带影响很多蜂农的一个蜂蜜的采收。好，那我们这颗荔枝呢也开得不好，好，你看上面这一段这一丛这边我都没有花。那这边对是都没有花，哦，有啦，有一点一些而已的，没有很多哦，所以开的并不好。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应该是也跟气候有关系啦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哈，赶紧在上班的前哦，大概十来分钟，我们赶紧帮他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疏花。有些比较高的哈，就下次再拿椅子过来梳。那这个其实要用搓的，如果另外一只手呢没有戴手套，不用，我就是用刷的，就是用刷的。哦，如果完全没有梳哦。
奇怪哈、哦，育儿包就是要出发。边看一下，哦，你看这边花就很少了，非常的少，可怜呐、啊。我比较少用这样抓的了哈，比较少。啊，今年试试看哦，用抓的试试看。之前都是用摘的，不然就用搓的。哦，今年花少。做个记录，看这样抓的话，今年有多少果子可以吃？用这样抓比较快。但是效果怎样还不知道。总之，愈合包就是要出花哦，所以各种方法都是。哦，大概能抓到的都抓到了，上面呢，中间那边哈、哦，还有蛮高的地方没抓到。哦，上面的地方，哦，那这边能抓的都差不多了哈、哦，再抓几把吧。
好了，那这今年我们的新园区的荔枝，哦，愈合芭了，这颗是愈合芭。那其他的呢，我们就没有去动它了，哦，包含鹅蛋荔枝啊，还有无核荔枝，尤其是无核荔枝，哦，花开的 很多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去动它，哦，我们再观察几年看看，哦，好，那今天的记录就到这边了，我们看看用这样抓的今年这颗荔枝有没有荔枝可以吃，记录一下啊，哦，大家先不要学，哦，不知道效果如何，好，哦，还不知道效果如何，所以大家就先不要学着做，我们都是尝试在做的，哦，因为第一个要争取时间，哦，那也能测试各种塑化方法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